超密集巡回的最后一站，所以我们不想要留任何精力在任何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全部送给你们。所以等一下如果破音了，就是你们的福气啦。下一首歌要编织星空的人，然后希望大家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反应。听过这首歌吗？听过举手。我爱你们，这首歌要编织星空的人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有那个孩子的心，因为那就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了。然后除了拥抱他之外，也要好好的知道自己的孩子心里面有哪些不成熟的、任性的、脆弱的地方，然后去拥抱那一块，你才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快乐。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努力着，希望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看着镜子，然后对自己说：“你是一个很好的大人，好吗？”好不好？好。好欸，巧克力，因为我们刚刚从飞机下来，然后那个吉他现在有点闹脾气。好 ，OK。编织星空的人，送给这个很棒的夜晚。抬起头看天上，云层片烟火燎烧的光亮，眨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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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低下头，双脚旁，石头的影子悄悄被拉长，走呀走呀走呀，哦，星星排成的墙头。身旁一整排奔向未知的人啊，跑啊追啊，呵呵，哦，星星排成的箭头，享受着每分挣扎，每分快乐，用最温柔的眼神拥抱自己的天真，就能用一颗爱。
生存。谢谢。